对，在我们家喷着。躺赢了呀，兄弟，太强了！注意，前方烟雾弹。下单秒上号，兄弟们，有没有需要上号的？葫芦。现在下单立马上号，不用排队。上号不排队了，兄弟们，有没有要上号的？不在车库啊，不在车库，车库里面。大家进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老板要上号？现在上号不排队。楼下有一个。他退了，去中路了。大爷他退了。杨婷，杨婷，去中路了。打完这把不打了吧？在 B 在 B， 我估计要哪来的凉亭啊？九八一个下雨道一个，到包点了，到 B 包点了。那个人间不知我，建哥，然后估计打完这把要黑屋了我。打完先不开吧。这就结束了，进去更有感觉呢。大家是狗门身体三次还有点一个还有点一个还有一点一谁用谁牛逼姐买鼠标加我头上黄色字体的那个微信鼠标外设微信那个发费了那个字体的微信狗门伸出一把狙还在狗门拱门拱门中路中路中路直上一到我们家前下单秒上号兄弟们上号不排队后来这他妈卡了一下卡了一下 A 连接 A 连接出来了出来了这就结束了姐姐刚有感觉呢上号不排队兄弟们有没有上号的都好用兄弟们都好用都好用上号不排队，有没有上号的？来个老板呗！这老板要上号。请勿忘记，请慢行。没有 A 包点 ，A 小刀 ，A 小刀 ，A 小刀。姐姐陪你玩捉迷藏呢A 包一楼四十吸的一逼我操出门右手最闪亮的就是我把你们送上大宝哥你去看看会不会黑屋荣耀怎么打斗你问了好几天了我操鹿晗黑哥不是说了多少个斗跟我讲一下然后100块钱打十几个200块钱打多少个打40个对不对你问了他妈3天了你问一遍我回你一遍